三个小时的电钻，连起来是连你都可以拿到。电钻啊，它有分方向，有分方向哦。来，按这里的时候，按下去，它是锁螺丝，锁螺丝锁进把螺丝锁进去的方向，了解吗？了解吗？要好好学哦，要好好上考试哦。哦，老师在这教室里面有考试哦，会有抽奖，会有奖品。OK， 好，再来换这里的时候按到底，它是可以把螺丝接起来的方向，就是把螺丝啊。